最近呢，车队知名度不是很高，所以我要从中挑选出来代表我们车队的车王来提高知名度。队长，你叫我过来是有啥重要的事？我来了，队长。你们两个来了，车队中你们两个车技是最好的了，我要你们 PK 一把。不是吧，队长，你让我跟小橘子 PK 啊？你瞧不起我，还是想跟队上手？你们两个好好的 PK， 不然被我察觉到不对劲，你们就停赛一段时间。别啊，队长，我跟小橘子好好 PK， 别把我禁赛啊。对啊，这里是我们的兄弟们，把我们禁赛了。不说那么多了，你们胜出的其中一个是代表我们车队的荣耀，来提高我们车队的知名度，让我们的车队迈上更高的等级。好的，队长。